等着，我去叫警卫啊。刘慧珍，刘慧珍。 你不要做傻事啊！哎，我不会逃，我会负责任的，我不会逃，我会负责任的，哎，我会负责任的。刘慧珍，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会负责任的，我真的不会逃，我真的不会逃。 我负责任的，宝宝，宝宝，快跟我回去，有好多好多的计划等你回来实现呢，你都忘了吗？叫宝宝对不对？宝就是宝贝的宝，对不对？ 宝宝，你快跟我回去，来，宝宝乖，跟我回去好不好？宝宝最乖了。 去一下公司，日本来的客户，去打个招呼就回来，啊！我就不相信你有脸走出去。又怎么了？昨天晚上我们不是才讲和了吗？我也跟你道歉过了，这回又怎么了？你自己看吧。 商业巨子王庭峰婚变，祸及独女。 传言中神秘女子晚宴搅局，哼，何必那么在意这篇报道呢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无中生有、捕风捉影的八卦，目的只是为了刺激他的销售量，没有人会相信的。是吗？没有人会相信？那么在结婚纪念日 party 上那些来宾，通通都不是人了？ 报纸上这篇报道特别提到 party 所发生的事情，这记者怎么会知道？难道不是受邀的来宾说出去的吗？你要我不在意，可以啊，你让你那些亲朋好友通通得到失忆症，让他们记不起这件事来，我自然就忘记了。你做得到吗？你装聋作哑，死不承认是没有用的。这现场所有的来宾通通是证人。 他们每一双眼睛都记录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你赖不掉的。看样子有人存心要我难堪了。是谁啊？谁我不知道。但是如果让他知道了我看的这篇报道，连大门都不敢出，可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接下来他就会把我的客户全部都抢走。
是吗？商场上为了竞争生意，尔虞我诈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但是我不会如他所愿的。他越是要看我的笑话，我越是要表现的不在乎。伯父，哎，有茶。伯母，有茶。我刚从警察局回来，这允杰的东西。哦，交给你伯母吧。刘强，你来的正好，多陪你伯母聊一聊。啊，我去公司一趟。刘强，坐。哦。伯母，这是允杰的东西，你看一下。我哪有什么心情看呢？这允杰什么时候才会清醒过来？允杰吉人天相，不会有事的。刘强，今天报纸你看过没有？哦，您说的是那篇报道，一看就是乱写的，不会有人相信。是吗？不过有两个人，我是倒希望对他们起一些作用，这样这篇报道就是功德一件。你指的是？李承恩母子啊。我相信他们看了这篇报道之后，一定会死了那条心，除非他们不想做人。啊，伯母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高兴？我是在替允杰难过。这报纸上这么一登，这以后谁敢娶她呢？伯母，你放心，我说话算话。不管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我对允杰的感情不会改变的。即使他不能变回原来的样子，不管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，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。现在就看伯母跟伯父愿不愿意把允杰交给我。愿意，愿意，我们当然愿意啊。你肯为他怎么做，我们做父母的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伯母，你放心，您放心地把允杰交给我，我会给他幸福，不会让您失望。有强，我们现在只有祈祷他赶快醒过来。王总医院来的电话，是位丁小姐。告诉他我不在，以后只要是他打来的都帮我挡掉。又哭又闹的，嚷着要自杀。医生给他找了镇定剂，才让他安静下来。那你们为什么要把他绑着？怕他控制不住伤害自己。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。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尤其是肚子里的胎儿，已经四个多月了，拿不掉也伤不得。胎儿，我妈怀孕了，你是不是还跟我开玩笑啊？这种事能开玩笑吗？喂，喂，如芳，方大哥刚才从医院打电话来，说允杰已经清醒了。允杰醒了，谢天谢地啊！有强还在家里面吗？他真要走了，请他留步，我想请他送你到医院去，我从这直接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再见。
妈怎么样了？哥，妈怀孕的事你为什么没告诉我？上次去办公室找你，就是想跟你说的，为什么没说成？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太大，拿不掉了。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 妈要把他生下来吗？我没问。不过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，我们还能怎么样？随他吧。怎么可以随他？生小孩又不是养宠物，只管吃喝拉撒，什么责任都没有。你不用担心那么多，他有爸爸，轮不到你来负责。你要把他交给王丁峰？那倒不一定。 不过我会让他知道我们李家人没那么好欺负的，这件事你不要管，我来处理就可以了。佳佳，敏杰醒了吗？我不知道哎。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？我很担心他。 不管他爸爸怎么说，我们还是朋友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不自己去看看他呢？允杰，这是什么？手，我不是说这个，这是几？五，我呢？ 妈，他呢？有枪。谢天谢地，你总算醒了。你知道妈有多担心吗？我生怕你这一睡，永远也醒不过了。我母女再也说不上话。王允杰转一般病房，王小姐，你有办法坐起来吗？ 哥，扶你上床，要不然给护士看到就不好了。你先回家，你不要管我。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医生不准你做轮椅的，快点上床。我叫你回家，也不要管我，你听不懂啊？你有我碍管你是不是？我是同情你可怜你，你对我那么凶干什么？我不是人家可怜，我让你出去，出去你就要出去。你对我凶什么凶啊？是何有强惹火你的，有种去找他算账，不关我事。是啊。 不关你的事，你什么时候关心过家里的事啊？你要吵架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吵，来吵啊！说你几句你就离家出走，几个月来不闻不问，好吧？现在家破人亡了你才姗姗来迟，又什么用呢？那是因为你们都不需要我，我又何必死皮赖脸惹你们嫌？我一走了之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今天可以好端端站在这里很容易吗？我吃苦受气，甚至差点被坏人侮辱，这些你看到了吗？ 是我们不想看到，还是你不要让我们看到呢？既然是你自己决定要搬出去住的，所有发生的事都是你咎由自取的。我咎由自取？你以为我在外面日子很好受吗？我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自己要努力，要出人头地，要风风光光的回家。我为的是什么？就是希望你们在看到我的时候，可以对我刮目相看。那又怎么样呢？我们并没有让你出人头地嘛，只要一家人能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在一起就可以了。
爷爷从小就最疼你，现在他还不是很连忙什么他就走了。还有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知道我对不起爷爷，我也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。那你要我怎么样？但是对妈，我从来不觉得我对他有一丝亏欠，是他对不起我们，不是我们对不起他。他今天落得这样的下场，也是他自己咎由自取。我不会为他掉任何一滴眼泪。 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我们的妈妈。不然她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们都不能弃她于不顾吗？你还要帮她讲话？你忘了遗憾爸怎么死的吗？你忘了你身上伤是怎么来的吗？你竟然一点都不怨恨她？好了，李佳佳，我不想再跟你讨论妈的问题。 我现在只希望能够赶快把伤养好，赶快出院，重新开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乖乖躺在这儿，哪都不许去，听见了没有啊？尹杰，尹杰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，真是老天爷保佑啊！怎么样，乖女儿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怎么了？还在生爸爸的气啊？啊？为什么要欺骗我？欺骗妈？不，你们一家人好好聊聊，我先告辞。 有奖，谢谢你了。不客气。云姐，爸爸知道错了，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我已经跟你妈解释过了，你妈她已经原谅我了。 你是不是也可以对爸爸既往不咎呢？哎，因为我的荒唐，害我差点失去了我的女儿。我已经得到教训了，相信我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失望，好不好？ 是啊，这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我们一家人一定要快快乐乐的生活在一起啊！你以后不会再做对不起妈的事了吧？你爸已经答应我不再跟那女人来往，我们就相信他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 不生爸爸的气了？谁叫我是你女儿？既然你爸都可以下定决心不再跟那女人来往，我看就别跟那臭小子再有任何牵扯，知不知道？成是成，他妈是他妈，是两码子事啊！什么两码子事啊？只要你继续和那小子来往，我们做父母可以一辈子不见面，不来往吗？ 爸，李晨是个不错的孩子，可是我们还是尊重你妈的决定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车是我开的，祸是我闯的，我不能丢下他而不管，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云杰，云杰，哎，女儿呀，你受了伤不能乱动啊！你这那臭小子命大，这急诊完了就回家，我想他应该没受什么伤才对。 是真的这样子吗？你方伯伯是这么说的，李晨恩已经出院了。是啊，那就好。好了好了，别想这么多，休息一下啊。哎。
躺下来睡一会儿啊。好好休息一下。